你好，你好 Olivia， 你好吗？我很好，汉家你在哪儿？我坐飞机去纽约见我的家，你呢？我去北京。你为什么去北京？我要在中国去沃尔玛。什么？很有意思。你什么去飞机场？我坐公共汽车。太麻烦了，我开车送你机场。谢谢。喂，这是 Olivia。你好，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？谢谢，你那天开车送我机场，我让你花你的空，我很不好意思。别客气，开车你没问题。你以后回家做什么？我做功课，你呢？我准备新年。很好，新年快乐。谢谢，新年快乐。我得去买筷子，再见。再见。